账号，原本是汇给自己，结果他这个账号错被银行汇汇，结果他来说要另外要改成汇到这边，汇给这个人。他我们问他这个是要汇什么钱，他说是要投资外币。投资外币、啊，对啊，他一共是带就操作了，哎呀。觉得有点怪，所以就先不给他汇。嗯那、这个你认识啊？网络认识的，网络认识那不行，那不行啊！网络认识那不行、啊。这个，刚刚你网络认识那不行、啊。等一下，如果不会的话，我们这个钱让你领回去。就是汇完去邮局那边。我先回去帮你查一下。警、嗯、察先帮你查一下。对啊，走啊，走啊，你跟我先一起回去啊。这个收据先给你，他等一下不会的话，这个收据拿等一下再用啊。把钱领走，哈、哦。你那个记得回来领钱哦。对。先处理啊，走啊。你赶紧查快快，地震快。哎呀。啊，你快走一，好。啊，你先报一下，先报一下。你拿，这个你拿。疫情期间，诈骗集团猖獗，屏东分局积极。辖内金融机构和超商建立拦阻诈骗联防平台，阻止民众辛苦所得遭到诈骗。彰化县警察局长获知社头邮局两银行员在细心查证下，成功拦阻两位民众遭诈骗金额320万元，特与屏东分局长一同前往颁发奖励金。除再次强调，银行与我们警方是共同防治诈骗关系伙伴外，并与现场行员进一步交流。希望银行行员能持续适时做好关怀提问及已有诈骗通报两大宗旨，以建立牢固的金融机构通报网，其能共同将拦阻诈骗发挥效益最大，竞合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。